好。哇哇，什么味道啊？哦，哎，好臭！哎哎哎哎哎，啊，挖啥呀挖呀？你咋的了？啊，我，你这味儿不行啊！我是新加坡来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是你的。你看，就这味儿吧，一般人闻不着。我跟你说，你幸运。你是哪的人呢？我是新加坡人呢。你是新加坡的哈？嗯。那我告诉你啊。嗯。我是香港的。般配咱俩呀，太好了。哎哎，不是这鞋吗？哎，对对，哎，你是不是卖鞋的？我觉得。哦，不是卖鞋的，我是王子。哦。那行。你整准称的，你自己试。哎呀，不就这只鞋吗？哎呀，好，你看见没有？正好啊。这什么好啊？你完全穿不上啊。穿不上啊？对啊，穿不上。你先别碰我，等会儿。你看你的脚是出来的。你是对新加坡的哈？是啊。不了解我们东北女人。对。我这个脚吧非常神奇，有热胀冷缩的功能。可是，那个你听我讲啊，这样的话，你看，我这个脚吧，现在是不是夏天？冬天我这脚。可是。冷缩可以缩回去，我能穿上啊！啊，热胀，这不夏天吗？让胀出来，完正好当拖，我当拖鞋这么穿正好。可是那个男的，你不可能啊！不让啥也别说了啊！哦，我打算回家了。好，下一个是哪个童话故事？下面的故事呢是《美女与野兽》。我们通过这个迪士尼经典的动画片来过这边巡演的那话剧，就那个女孩啊，为了救自己的父亲，对，到城堡里面宁愿跟野兽待在一起，对，结果呢两个人竟然日久生情。哎呀这段故事呢是由小苗苗和大智智为我们上演。来，有请王大智、苗洛伊。有请。在我的山林中大喊大叫，惹得虎爷不得休息。你是想让我吃了你？我说你专业点好不好？是谁在说话？蜜，小女子舍身来到城堡，就是为了救我爹地一命。你就放了我爹地吧，我愿意顶替他去死。顶替，听着让人多么恶心和害怕的一个字呀！你知道吗？现在考场上抓的就是顶替。你这个小家伙，你竟然敢冒险！野兽大叔，我爹爹年老体弱，你就发发慈悲放了他吧。发发慈悲吧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对我发发慈悲呢？一下午打麻将一把都不胡呀，谁向我发慈悲？当了这么久的王，可怜的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没个女朋友。嗨，这不简单，只要你放了我爹爹，我做你女朋友啊。叮叮叮，为你我愿意，为你我愿意，为你放弃我性命。此话当真？当然。
那你能不能站起来，让我看看你的美貌 ？Of course.